借口，你在解释吗？我暗色相气，看到没有，我可是宇宙护卫队队员，准确的来说，我是护卫队总部的科研人员黄鼠狼莱利。难怪你刚才说什么本色相弃，明明很臭啊。莱利，抓住我的手。风暴，莱利，快松开。风暴，你怎么可以丢下我们一个人走呢？我们可是一个团队。什么味啊？可不能忘了这个。再见再见，再也不见。你给我等着。来历生气，给你化身流血种子，你也变得软绵绵的。